前方的海面上有一群海鸥在水上飘着呢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大概也就20米，哎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为了印证我的话，他们都飞起来了，相当的给面啊，相当的给面。就在这儿前方，我们家这狗害怕了，它不往前来了。没事儿，不给你扔水里去啊，放心吧。啊，孩子，啊，它到海边它就特别谨慎，胆小，多疑，敏感，敏锐，啊，敏捷，是吧？动作迅捷，哈哈。它的有些这个性格特征跟我有点类似啊。胆儿小，哎呦，回去了，往这边走了。你不是胆儿挺大的吗？嗯，今天阳光特别好，阳光特别充足。我就穿了一件上衣都出汗了，一件上衣就出汗了。走，往那边走，掉头。掉头，去那边，去那边，接着溜达啊，接着溜达。